量体温、戴口罩、手部消毒，方方面面不马虎。在异乡端午节能吃到粽子，大家都幸福。时常来做小工的都高兴了，我高兴就有好做了啦。因为新冠肺炎，博斯慈济人原本打算取消义卖素粽活动，所幸疫情受到控制，志工们立即动员，短短一个月内就完成了5000多颗粽子。刘雪芬今年第一次加入包粽团队。这不只是为了义卖筹募善款，也是文化的传承。老外，你要开始协会吗？是我们要多一双手。是离异的事情，那一句话让我就真的很用心的去学，所以我学会高兴。过节也推素，还有满满的祝福在里头，让素粽更加美味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淑珍、陈邦茂、林玉婷，澳洲报道。